数学函数这一题，那三幂幅部分的话，当然这一题要用三啊，三幂幅特别注意哦。我们第一个要先在数学里面找到它，它的位置在 sum 的下方，所以你就往下拉，拉到 sum，sum 下一个是三幂幅啊。那特别注意 sum 一幅其实有点像两个函数合并成一个啦哦，一个是 sum，后面是条件逻辑什么样的逻辑？OK，那 sum 的话呢是三幂幅是一个条件。但未来如果你有多个条件的话，它有 sumifs，就是说你可能不只是开发部，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栏位。那可能多个条件栏位为 true 的时候，它才去加总。OK，那你就用 sumifs 哦。OK，多个条件状况下，OK，那我们今天的话用 sumifs。那按确定之后的话呢，它会问你三个问题，那你就把三个问题给它，答案就出来了。第一个是 range，不过我建议你从中间开始，为什么？criteria 就是你的条件，条件意思说你要找什么？哎，我要找那个销售部，所以你就把那个销售部三个字输入进来。当然你这个地方一样哦，直接打销售部。OK，销售部好啊，一样移开它会自动加双引号的，所以你不打没关系哦。啊，第二个的话呢，这个 criteria 跟 range 是一对的，上面两个是一对的。也就是这个条件去哪边找那个范围啊？是那个范围就这里，所以就把这个范围选起来。意思就是说，哎，你帮我在这个范围里面找找看。哎，如果有的话呢，最后一个，可能游标应该放上面哦。OK，所以这边的话插入函数吧，然后你又这个销售部哦，然后 range 的话指的是这个范围。然后 sum range 是要加总的范围，OK，所以我们就加奖金。那再来的话呢，这样的话应该就 OK 了。所以他会怎么找呢？把 criteria 里面有销售部 match 的，把同样一列的奖金帮你加起来，OK，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，那就做出销售部。那个另外一个是开发部的话，那我们一样哦，把公司复制贴过来，这样比较快。那接下来就把这个什么，把那个销售这两个字改成开发就可以了。OK，好，开发部，然后一样的范围，哎，就帮我把2500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加这一个2500。那销售人员的话就是大于50000的，那因为它是数字，所以呢，如果说它是文字的话，哎，你可以用比对的。但是呢，如果它是数字的话，这边也支援大于、等于、小于这样的叙述方式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要用三幂幅计算的话，一样哦，criteria 我先加，我习惯就是从中间哦，OK 哈，大于等于好，大于等于50000。不过你会发现哦，这个是那个运算的符号，运算值，然后呢，这个后面是它的那个比对的数字，OK，那你移开的话，你会发现哦，它会变成文字哦。意思就是这个 criteria 是一个文字哦，OK，所以记得哦，它的叙述方式哦，那去哪边找？去这里面帮你比对一下，有没有大于万的？有的话呢，他就帮我把那个什么了，帮我把销售人员加起来，OK，有26个，好，这样的话就 OK 了。所以这两题的话是比较基本。那如果这个做完之后的话，请各位试着做那个，就是007第一题。啊，这个是第一个，待会做。第二个是011，再来是009，哦，那007的话呢，哈，其实类似跟刚刚差不多啦，不过会有个比较大的问题，就是说产线人员工资之和，意思是说部门里面哦，当然我们刚刚是找，单一个条例，可是你会发现这边产线一二三，哎，有没有？它可能四五六，前面开头的都是产线。那问题来了，如果那个条件的话该怎么下？哦，你，其实它可以用其他方法，哦，里面有一些一般的书里面没有特别讲的，所以如果你要像这一题的话，有没有？criteria，那你就是什么产线嘛，对不对？哈，哎，这被你猜中了，那产线什么，对不对？特别重要，这边有支援一个特殊用法，一般书里面没有特别讲，就是叫万用字元。如果你固定几个字的话，用问号。问号意思说产线
后面有一个字。OK， 那这个用法哦，是用在产线到10而已。如果产线11的话，那就不 OK 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产线后面有可能有一个字，也可能有两个字。哎，那如果用这一招波，那如果有不固定长度字数的话，请你用星号。OK， 所以两个哦，固定数字用问号，不固定字数用星号。OK， 这个用法不是只有在这边可以用哦，只要是 criteria， 或者是说其他像筛选里面也可以这样用。哦，还有很多啦，像 Word 里面其实也可以用哦。Word 里面比如说不确定有几个字源，你要找的字怎么样？假设有时候你要找的字刚好是那个关键字里面有产线，你不知道哪，只要有产线多少的都帮我找出来，那你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。哦，你可以举一反三啦。这个资料库也是这样用。OK， 所以你要资料库要查资料也是这样用。然后 range 的话呢，就是跟他讲说，哎，这个范围里面帮我找找看。所以习惯上一二，它加总的话就加这边，好，按确定就 OK 了，这样就 OK。但是特别注意哦，这一题比较难的地方应该是再复制一个，把它改什么？改 VBA。哎，那你想说，如果我今天不要用这个方式哦，我 VBA 哦 delete 掉，我希望在旁边也许加一个按钮，按一下它自动帮我把总额算出来。在 VBA 怎么写啊？这个题但不是说叫你用丢公式的啊，你要把公式丢进去，那太简单了嘛。OK，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用 VBA 撰写啊？可以想想看啊，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哦。如果用 VBA 来写的话哦，可能会需要多学一个概念，就是累加，就是你比如说你那个工资对的，你就要先把它存在一个变数里面。有没有？然后如果又多一个，就把存进去的东西继续跟下一个工资互相加起来，再存起来。哎，这个就是在 VBA 里面所谓的算是数字的累加，怎么样把它不断累加起来 ？OK， 然后累加完之后，你再把累加完的结果把它丢回到某一个储存格，你就写完这个程式了。OK， 程式不多哦，程式大概也是跑个回圈，好，然后再跑一个逻辑判断，然后最关键的地方就是累加的写法，好，如果你会累加就一行，累加的写法你会的话，那这个 VBA 就你可以写出来，程式大概只有6行而已啦，其实真的也不多啦 ，OK， 而且大部分都是你们前面学过的 ，OK， 试试看哦。